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谢谢带猫侍卫的5个飞机。为了感谢你的飞机，我给你跳个艳舞吧，脱衣舞好不好？脱衣舞吧，我师傅教我的我还记得呢，那他教我的那些招式我都还知道的。怎么样，行走的荷尔蒙机器，兄弟们，有没有看到很激动？手是不是在忙？讨厌，这就是我师傅教我的啦。我的表情还到位吧？这种呆傻的孩子长得都一样，眼睛宽，塌鼻子，表情都一样。你是中药西药怎么开发他都不行，他的智力就是4、5岁的智力。这个国家是负担，家庭也是负担。哎呀，我是衣服不够性感，我要换一身衣服，我怕你们受不了。菲尔在开火车，是吗？我去看一眼。啥？我师傅来了？不会吧？师傅，我刚刚就是只是稍微练习了一下，怎么还惊动了您老人家来呢？他刚真正在开火车，哎，我是来清理门户的，我还可以的，我刚刚就是很骚了，我已经。你让我看看，你站起来，我检查一下，让为师评一评，不是让为师看一看这几个月的练习。但是我不会哈，啊，我就学了你上次的那些。你不要笑哦，你要是笑了我就退学。好，我不笑，不会笑，我就没有这个功能的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笑我，我没有这个功能。是谁说你不专业的？他这挑拨我们师徒之间的关系，我跟你说，太棒了，徒弟，说，夸我，太棒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味儿，你再把那个睡裤稍微，师傅什么时候给我上下一节课？我觉得这几个动作我已经炉火纯青了。
你就把裤子换一换，你这个裤子太拉胯了，你这个衣服也拉胯。师傅，等到我回家，我最近要搬家，我回家之后我就穿得很性感，再给你跳一次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把我的奶汁露出来，可以跳给你看。我喜欢。跳给我看奶汁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再给我看一只，再给我看奶汁。啊，倒也不是全部露出来了啊，就是露一点哈。哦，我不看了，有点大。关键是它是真的，我觉得很难受。关键是它是真的，你知道舞蹈区很多都是垫的，你知道吧？它那个柔软的程度就很让人心酸。我。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.